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界的何阳青青。谢谢大家速报、中报我投出好成绩，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高度。然后想说，何阳青的粉丝真的太棒了，想要给你们跳一个，你们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然后想说，我们要稳住现在的成绩，向更高目标进发。谢谢你们，比心。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黄仁如，谢谢大家这一次中报给我投到了 SNH48 Group 第55名的好成绩，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这个名次离我的目标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我知道大家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刚从创造营回来，然后也花光了大家可能前段时间很多的精力，所以希望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能够继续支持我。我的目标是 SNH48 Group 的 Top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张怀瑾。首先呢，在本次中报中我们一起拿下了第54名的好成绩，让我们先为这个努力获得的成果鼓一个小掌，耶。然后呢，这其实是我今年总选以来除了第一次周报之外第一次能够在中报中拥有姓名，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这个小惊喜。但是54名距离我之前提出的目标第17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希望在接下来的这15天里我们能够一起齐心协力，再把这不长不短的一段路一起走完，然后今年我们再占一次 C 位，大家跟我一起冲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甜顺利。然后这次中报其实是我是在实时观看的，然后当时我在吃小龙虾嘛，然后就第一个听到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一直不敢看，然后我就第一个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就一下子就很激动，我觉得龙虾都不需要吃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激动也很感动，然后但是又觉得自己不能哭，然后就忍住了眼泪。然后其实觉得这次的排名真的让我很意外，然后当然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想最终也听到我的名字，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一起努力。这次我的粉丝们给我投这个票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都是我的粉丝们就是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所以他们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我也要在这里说，就是你们说要成为我的光，那我也要在这里说我要成为你们的光，所以我们要去有光的地方唱歌，我们一起加油冲。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杨烨。当我就是看到就是中报自己得到了46名的成绩，就是哇，杨烨终于进圈了。好像每一年的我们都在比我定的目标而往前前进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到今年我们好像终于要完成了杨烨的目标，那杨烨的目标就是进圈。46名这个成绩其实是我就是没有想到的，因为虽然我说了进圈的话，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家真的会给我投到，包括速报的话可能都只是北京的top 11名，也没有进圈，所以就觉得可能今年还是北京的 top 16，杨烨还是进不了圈，所以就还是会有一些担心。但是第46名77805票，这里面每一票都代表了你们对我的爱和支持，我希望可以在剩下的2周时间里我们可以一鼓作气，一直提起我们的精神，完了把这差不多2周的时间一鼓作气的冲过去。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希望最终在总选的舞台上我也可以站到台上介绍我自己，我是 BJ48 Team J 的杨烨。让你们看到我在台上讲话的样子。毕竟这些年我从来也没有在台上讲过话，所以真的很想要进圈，完了靠你们啦，谢谢大家，爱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陈小爱。本来想都不敢想，然后呢，看到的那一瞬间，其实就欢呼雀跃，然后放起了烟花。
然后昨天晚上立马就已经截图在朋友圈炫过一次了。其实速报的时候我也炫过一次了，中报的时候也炫了一次。我希望最中报的时候能炫一次，不然到时候人家就会问我你怎么样了呀，你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就尽力的去冲过最后的这一关，然后取得我们理想的成绩吧。我跟我的爱神之间都是一直都是双箭头嘛，然后我的付出他们也能感觉得到，他们的付出我也能感觉得到。虽然说我们爱神的队伍特别的小，对，不是特别多，每个人可能要付出的努力要比庞大的队伍要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辛苦。谢谢大家，就是在今年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能够这么尽力的支持我。现在我们已经挺过了第一关，然后艰难的打过了第二关，还有第三关，我们不管怎么样也要再冲一次，对不对？兄弟们冲啊，让我再带着兄弟们再冲一把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J 白馨宇。在这次中报当中，我们一起获得了 SNH48 Group 第31名和 BJ48 第4名的好成绩，谢谢大家。在看中报的时候，我的心一直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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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的名次居然还超乎意料的，还我自己觉得很满意，挺高的。所以接下来还有12天，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保持住，一起稳住，我们可以，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青玉文。然后这一次中报得到21名呢，我非常感谢大家，因为这一次呢是我离我自己目标最近的一次，也让我看见了好像有那么一个轮廓了。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最近以来给我的支持还有投票。然后呢，我希望在接下来的10几天中，我们还是能够继续努力，然后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耶、yeah ！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苏珊珊。我因为中报的成绩是第6名嘛，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然后也很感谢我的粉丝们，就是神七，然后还是很厉害的。但是现在因为我的目标是全团第4名，所以我们还要再加油，再努力往前冲一冲咯。就是好像会有一点点难去够到，但是我觉得跳一跳可以够得着。所以就是当然如果止步于现在的话，就会离这个目标很远很遥远。怎么说呢，我苏珊珊不曾放弃也不会放弃，我们一起加油吧，冲啊。然后我的目标是全团第4和重回优唐第1，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段奕璇。在这一次 SNH48 Group 第7届年度人气偶像总决选的中报，我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谢谢大家一直在这样的爱着我，一直这样支持着我，段奕璇也会更加努力的向前奔跑，越挫越勇，越跑越快，加油，奥利给。